定糖葫芦，想了解什么就问他吧，让他知道的就告诉你。欢乐活动大部分都在这里，冷的时候也跑进去，下雨的时候也跑进去，然后骑马打伞也跑在里面。哦，这个这些鸡的话都是原来的帽，那个原始的。来，我要去奶了。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